启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放下去，在这里可以踩一下。现在设定是八秒钟，时间八秒钟。然后拿出来。八秒钟以后自动返回。拿出来是吧？拿出来。再换个方向讲一下。等一下啊，这里是调节时间，时间的。上面可以调节的，再放一下，在这里踩一下，好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好，再放一本薄的。就一本啊？两本，两本一起啊。放话。再拿出来看一下，书背夹一下就好了。